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和他不是一路人，回到我身边了。 什么事都有个家。事成以后，你会得到1500万。钱我不要了。只要可以，我愿意放弃一切换回他。我害怕哪天一觉醒来，你就离开我了。不会，我希望每天睁开眼睛都能看到你。 是什么让一个剩女觉得钱是个好东西？我在做一桩生意，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我觉得这世上会有一个无条件爱我的人。景璐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嫁给我好吗？ 我是骗了你，骗就骗吧，就像飞蛾一样，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会向着火飞过去。